大家好，我是 Karina，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我今天要告诉一个 new 神，带来自最近很火的一个手游《原神》。这个游戏真的很不错，我通宵玩了好几个晚上，所以我就在很酷。那我开始化妆吧。哎，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化。你妆了 ，All right， good， good。自从我用了游戏后，我就没有时间玩游戏。你们能想象到我上一次玩游戏是边玩游戏边玩的吗？妈妈对我说：“你可以认真一点吗？生孩子都才玩游戏。”哦，原来你在玩原神啊。Okay. Hello. Hello. Hello.